那是在地上休息的蝴蝶。哎，它为什么不要飞起来？为什么要停在地上？姐姐，你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受伤了。这个，哎，这个不是蝴蝶。姐姐，你知道这个？对，它是蛾，它不是蝴蝶。哇，天哪，看错了。你这个蛾还蛮漂亮的，有看到？它一张它打开的样子。对啊，蛾跟蝴蝶，啊，爸爸看错了。你是怎么看的？蛾的话，它身体比较肥；那蝴蝶的话，身体比较细。那蛾的话感，而且蛾的话感觉有毛，知道吗？那蝴蝶的话就没有那个毛毛的感觉。好吧，它应该是在休息哦。我以为它是蝴蝶，如果蝴蝶的话会停在花上，蛾的话就什么地方都可能会停。走啦走啦，不要打扰它，跟它说一声拜拜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它飞走了，飞到旁边了。